比如说鱼缸啦、啊，够不够大给它们游动啦、啊，还有那些维修系统啊，你要够给它生长的会更完善、更美。你还有一个程序啦、啊，要怎么照顾啦、啊，有点舍不得这样啦、啊。跟他们一起玩啦、啊，照顾他们已经25年了嘛，就好像你的小孩子这样啊。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到 channel8news.sg 观赏。